你好。你是不是香港出世的？是，我是香港出世，香港读书。是，这位是经理人还是女朋友？我家姐。我家姐。喂，蛤，面试带个家姐来？你怕啊？你是不是群脚仔？但是我不是群脚仔。不知道。好感啊。他是不是群脚仔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肯定他是怕丑仔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那一个人没爱。你好惊啊，好紧张啊？有少少。你做星系要人哋吸引人哋望你嘛，但你啱啱俾我感觉就系、是，你睇我唔到，睇我唔到咁样。系啊，好闪烁啊。其实小个都唔中意讲嘢，小个会俾老师喺度问你系咪自闭症，你系咪唔识讲？有啲同学以为我哑嘅。点解会唔中意讲嘢？可能一开始唔中意同人交流，我觉得好惊，好惊面对群众。系阿 Ben 又细胆又唔敢面对群众，咁都入到位，睇嚟一定有过人之处。跟住出场嘅系赵长成阿 Ben， 佢会表演一个好特别嘅舞。无论结果系点，参加过就都好满足，好开心噶啦。加油！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